啊，带我的警官偷偷的来，好不好？好。这就是咱大家所敬仰、宽明些的，他都啊，伊对我非常的一个照顾。伊称呼我是同志，大家知影讲，1982年，我是为着乌名单去到美国，加入台独革命，十冬未当倒转来。啊，所以这个过去，咱今日拢放伫心内，但是。咱这个理想，咱这个目标，绝对无可能改变，对不对？咱经过60几年的这个打拼，咱明年2022年10月14日，咱台湾人终身要世界有看到，看到台湾人的理想，看到台湾人的志气，看到台湾人的团结。相信明年10月14日。只要咱的愿望，咱共同打拼成功了后，台湾马上会当解决，大台南当然的大解决。今日国民党马英九执政之下，我去到立法院，看到重大建设，交通部所编的，伫101年也编405亿，但是安怎糟蹋台南人呢？佫无可能糟蹋到安尼啦！大台南竟然编1亿4000万，405亿。安尼，咱占一个1亿块。我甲问哦，部长怎啊印袂出来？叫伊听起来讲，伊来讲咧，无啦，明年以后哦会变较济啦。啊，今年佫无去啊，佮明年以后，明年以后咱甲你变啊，至少嘛50亿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变一项哦，咱佫袂使佫选好迄堆啊啦。哦，最近哦，我去拜访哦，佮较认真走。啊，即摆哦，甲我讲。哦，要不选总统啊？吼，我无啦，天知是要选立委啦，我是咧支持总统啦。伊讲哦，我选总统哦，唔当选许个海头啊的啦。伊讲哦，因大官可是个海头啊，何伊来做海头的就对啦。一个人呐，正常开个海头啊，规日行咧行咧说啊，哦，所以咱就忘记啊讲遐。问题是伊在执政的中间，拢通跳票，讲过拢无遵守。哦，讲话都无遵守，下面想要做的呢，啊，做甲哩当当。所以明年10月14日，咱用咱的选票，咱甲咱的政权，甲咱的权力提倒倒来了后，绝对大改变。至少老农民计要增加，嘛无可能去增加316块的，对不对？你若包红包哦，包一个316块有增加哦，我看哦，你会安怎？你家己想哦，对不对？人家包红包包一个310块，让你搁叫你算人家哦，你感想如何啊？糟蹋人嘛，毋是即种成本呢，哦，还计算成本呢。啊，所以伊咧做代志已经，互咱拢总无拢了解，含咱拢无共啊，就对啦。啊，既然含咱无共啊，咱该有可能去算伊咧，无可能嘛。啊，挂落来啊。哦。唔是甲他挂落来个咧，爱让伊输到足歹看，爱爸唔敢咧参亲啊，对不对啊？我直接讲爱遵守咧，因为这個全国咧看台南咧，哦，你莫讲天才好选咧，我心肝内哦，嘿，了解足济咧，国民党啊当作头号敌人咧，因为即摆伫台面上咧选立委的，哦，有乌名单的，哦，台独联名的。哦，啊，佫嘿，还会走的，咸要用走的哦，迄剩我尔咧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而且爱甲咱交通先怀念一下，大家安尼头啊谈一下，甲咱台独联盟的这个讲吼先拜，咱伫海外50年，咱黄交通博士是日本皇太子的老师，日本的皇太子。看到伊爱解爱行来40-90度啊！结果国民党糟蹋伊海外几十年未当倒来，今日不幸80岁来过身。咱少年咱的先辈，咱要追随咱的先贤，咱要下台湾人最大决心。这个时阵，用咱的爱，用咱的疼，用咱团结的志气，来向黄兆东博士来解少年一分钟，好不好？好。
谢谢。我相信咱伫这个一分钟的少年中间，咱的心更加接近做伙，咱的智慧也更加清楚。正月十四，今日咱看起遥远的路，足长的等待，咱相当相当的艰难。但是今日正月十四马上就到，而且根据最近的民调，咱伫大安溪以南，会使讲全民拢赢了。所以这个时阵，全国甚至全世界，都希望看到台南、台湾民主的圣地、台东的故乡，下当来拍历史的大赢，好不好？这不是为了什么个人，不是为了对一个党。咱来看，国民党我28年，这个结束的时阵不计划。大家问过刘珊珊处长，外交部派去美国的处长。到底去用掠去，用扣手铐，去用美国的 FBI， 甲调转，即个讲扣手铐去，到底是违反咱的主权无？恁有要甲救无？外交部长、处长，大家当然敢，咱有外交的豁免权，美国对台湾真好，到底无问题。但是经过一礼拜后，报纸一个看，讲什么伊去签证的时呢，就自动放弃啊。外交的豁免权就自动放弃啊！就讲我唔是这个国家，你华来就好啊！安尼骗咱台湾人，领咱的薪水去还阁犯法，被抓到，外交部还阁替伊讲话，讲迄是国家的外交问题，咱就对会保障、会维护咱的主权。但是今仔日国无三日，世界大家拢知影咱闹飞了了，所以这个政府已经是骗了。摸会过，佮摸会过，骗会行，佮骗会行，大家用安尼拖，用安尼磨，用安尼骗。但是咱的生活呢，咱的权益呢，咱的幸福呢，甚物人要甲咱确保？甚物人真正要替咱拼？是毋是可能家己呢？对唔对？可能家己足简单啊！正月十四，心头了定，蔡英文是毋是要高票当选？蔡英文当选，台湾人。绝对袂落去。伊是一个非常稳定，伊想法也非常坚定，一个高级知识分子。一生无犯过什么错误，一生呢也无去插什么利益。伊是伫李登辉前总统需要人才的时阵，咱要参加这个世界贸易组织，需要专家，需要人才，需要谈判人才。需要财经常识丰富的人才，需要国际法了解人才时，请伊来参加对歌。所以，伊是伊的专才情，是台湾的才女，被中央来出身。伫民进党上严重、非常低迷的时阵，伊挺身而出，一步一步、停步停步咧行，所以是非常苛刻，非常苛刻。咱台湾有这种的女性，有这种才女，这嘛是咱台湾人的骄傲，咱台湾人的才情，大家感觉爱光荣，对不对？所以正月十四唔免丢毒，蔡英文爱会高票。正月十四，立法院民进党爱过一半，今仔日伫立法院133席，民进党33席，咱33席总动员。人分作3班在投票，来去输伊啊！因爹在讲啊，党员哦，因讲哦，桃园伊那边唔免来，袂遐紧啊。我那是讲啊，屏东的队长拢怎肯过来？咱一暝困无3点钟，因呢是自己困12点钟，还无够。安尼算是是啥？安尼算是是咱台湾人啊。所以我头来讲的，交通部编400.5亿，大台南竟然合并了，给咱编一个1亿4000万。这是要怎交代？所以这个时阵，咱大家斗宣传，宣传都唔够5万人啊！咱的机会来啊！正月十四差一丝丝啊！为民调赢3%，为民调输0.5%，所以不管3%还是0.5%，咱个赢这个10%，要够够好无啊！所以看袂了，银行非常感谢咱昆明县的团队，全国走透透来到富城。我相信伫全台湾无人敢讲富城的民进党选举有问题，但是上大问题
是咱的夫妻上大责任，咱的影像者来补北部的不足，你讲好无？正常的，这表示大家寄望咱，大家看有气啦。所以全民先，一个台湾民主的前辈，台独运动的领袖，伊今年八十外岁，犹原这么坚强，犹原这么打拼，安尼咱做伊的事实，安尼咱做伊的事实，敢无需要检讨一下？敢无需要家己自我反省一下？敢无需要比全民先的较打拼，认真来走上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从明仔开始，咱下决心，予全民先看到台南人的团结，看到台南人的开展，好无？好。咱大台南，咱个大赢，予蔡英文大大的高票当选，好无？好。现在又完做打拼，现在又完做认真，因为他都话全民先对我的鼓励提醒，我一直都唔捌期待未去做。咱迄阵的理想，咱台湾人的目标是对。不是要做一个民意代表，不是要去吃一个头路，是我们的子孙在世界可以亲像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日本那么多国自由，那么多国的民主，那么多国有尊严，那么多国可以安全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，就是这位就是投下了新鲜的一票，支持蔡英文博士，新生的一票支持民进党，新生的一票支持民进党立委候选人，安尼咱的目标会达成啊！哪里讲点子啊？无比一个较简单，无比一个较轻巧的工课啊！咱够有头路啊啦，咱够出脱啦，咱够有建设啦，咱够有经费的啦，你讲点子？无比一个较好做的生意啊！含这个生意也袂晓做哦，安尼实在唔知要安怎讲啊啦，对唔对？啊，所以伫遮，现在拜托大家，辛苦辛苦的拜托大家，伫明仔载开始投邮票，咱明年这就是咱共同的大胜利，好不好？共同的大胜利在明年这就是，好不好？为了咱的大打拼、大团结，让世界有看到咱的成绩，好不好？